动作不规范，不能算，还差七个就到一百了，加油啊！乔天，长得不错，中看不中用啊！啊，这点符合是个小奶狗，做不了。我不是小奶狗，那就做俯卧撑，吸天大，大，是啊，休息一下。 从一开始，重新来过。副营长，咱不是技术流吗？技术流也需要体能的支持，首先是意志，其次是身体。俯卧撑，就是将意志与体能一起练。我给你一拳，你双手，我单手，那还差不多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副营长，这你怎么自己来呀？让通讯员拿不就完了？那可不行，你不是提醒过我吗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是你网上购这么多东西，网购达人。 我比你快这次，我有个新东西想尝试一下吗？你每次你一说新东西，一准没好事，要把我累死了。这个不累，啊？考记性。考记性，那可能是我的长项了。好了。这什么呀？是我们学手语吗？我怎么看不懂？你很弱。你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干掉他！干掉他！嗯，这跟咱学的手语不一样啊。这套手语是我根据达芬奇的作品《维特鲁威人自创》的，你很幸运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。这么文艺，快速记住它，有这能力吗？请不要怀疑我的智商，谢谢。 天落下蜘蛛网，填满在此章。张总，口令，长江，围猎，黄河，一般的，曹操。啊，曹操，几点换岗？三点。啊，敲响宇宙，或让风天是预谋。我们沉默等候，百口呼救，要他看到乱世不朽。混乱登场，梦梦席卷满烟家乡，烟味叠流浪，实现大步节奏，疯狂结构，天道是非的呼求，我们依然坚守，不让无愁，竟然孩子纯真脱口。
这个月要再没动静，那可就剩不到四周了。不是，你说他咋还不动手呢？动什么手啊？说什么呢？越往后拖，他越容易麻痹大意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夜间增加防备，你还有什么别的措施？哎呦，我开个玩笑，你看你们还当真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琢磨着吧，在宿舍抓我，啊，那不胡闹吗？啊，操场上那么空旷也不太可能，食堂里全是咱的人，他敢吗？只有是我去服务社的路上，那儿倒是个死角，没人看着。哎，要照这路子往下推，还有几个您常去的地方，人也是死角啊。只要你们把我盯准了，就没有死角。再加上这个桥洞贴身防守，万无一失啊！哎，行了，就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？快走走走。也是啊，没事。情况都明白了吧？接下来这一个月啊，给我把营长盯紧了。有什么情况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是，连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